如果终有一日我们终要被灭声灭口，再听不到香港人的声音，今日你更要珍惜支持有人继续勇敢发声。 My Radio 一路坚强发声，炮轰不已，一直坚定坚持，营运上更极度需要你去支持。落座月费可以经 PayPal、PayMe、Patreon 转数快，又或者亲临普罗政治学院缴交。力争公道、公义、公理，哪怕歇斯底里，在间微利，战斗到底，力竭胜势，直到胜利。请支持 My Radio。本节目内容仅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伟联律师事务所精办各类移民庇护、婚姻绿卡、工伤车祸、破产减债离婚，有超过十年移民法庭出庭经验。Rosby 626-782-7738。辦法呢個節目嚇，咁啊，今次我哋再次請到阿 William 法學博士啦，嚇嚟到同我哋大家好嚇，同大家即係講下啲 case 嘅嚇。咁上個禮拜咧就講個工傷啊，我想今個禮拜轉一轉話題，講下車禍。好嘅，嗱，我有一個朋友，即係都幾熟嘅朋友啊，真人真事啊，係啊，大概十年前咧就發生過一單車禍，咁其實咧。牽涉當中就是連環車禍，即是去聖地牙哥的途中五號公路裏面連環車禍，他是夾在中間的，是其中一架其中一架車咁樣。咁咧，後尾咧，發生咩事呢？就是當然啦，佢其實是新移民嚟嘅，咁啊警察嚟到，咁啊溝通有問題，即是一個老人家嚟嘅，就是一個阿伯嚟嘅嚇。咁跟住之後咧，佢就俾曬啲driver license 啊、保險啊嗰啲佢哋啦。咁跟住之後，佢哋冇耐之後咧，就收到一個告票，就告佢嚇，就告佢。咁嗰個告票裏面咧，即係講就 claim 話佢嘅精神損失啊，又話即係生活受到影響啊，係啦，同埋醫藥費啊等等等等嚇。咁嗰個告票其實就唔止告佢，因為佢係一家人嚟噶嘛，即係有個爸爸啦，有兩公婆啦，有個小朋友啦咁樣，咁佢有三部車。可能是同一個 policy， 係嚇，咁佢哋就當初就懷疑，就係、是、首先咧就係嗰個保險個 policy 咧，佢哋買到最低，即係呢個咧，即係唔係話得罪好多新移民咧，都諗住最平就買到最低啦，即係個 liability 買到最低，咁、其實通常都係唔夠賠嘅，同埋咧佢哋就好懷疑對方嗰個律師，咁佢告佢梗係有對方有個律師啦，告佢咧。就懷疑他們、有間屋，即係有資產，那個資產是正資產嚇、啊，即係間屋有 equity， 係嚇，咁、啊、就揀人嚟告嚇，咁、啊、呢件事咧就持續咗好多年，持續咗好多年，直至到後來佢話唔再告啦 ，dismiss 啦，咁就其實唔再告，佢哋亦都好懷疑，即係有啲迷思喺裏邊啊，懷疑唔再告就係因為嗰陣時啱啱 hit 到個金融海嘯。佢間屋就由正資產變咗負資產，咁其實係咪真係咁咧？即係首先，究竟連環車禍裏邊，佢可唔可以俾人撞嗰個告曬先前撞佢嗰四五架車，同埋其實係咪真係唔告佢係因為佢個律師 check 到佢其實點冇曬資產啊？呢家人嚇呢個咧有啲複雜嚇。呢、這個案咧要睇下佢到底有幾多架車先，三架，有三架車，佢中間呢架。哦，你話車禍裏邊啊？係，係有四五架嘅。有四五架車。係啊，係。咁佢哋呢一家人係揸咗幾多架車咧？係其中五架中間嘅其中一架。其中一架。其中一架。係啦。佢排第幾架咧？如果排第二架、排第三架、第四架、第五架，中間第三架。係啊。OK， 如果佢係中間第三架嘅話咧，變咗係。佢前面嗰兩架都可以告佢，哦，而且佢唔單止告佢，佢告佢，佢後邊或再後邊嗰一架，因為總共五架車嘛，即係一就可以告二三四，一告二三四五，二嘅咧就告三四五，
佢本人咧應該告四五。哦，咁樣啊？咁樣，跟住四咧就告五。所以咧，實質上咧，如果佢仲要睇你有幾多個 impact， 幾多次嘅衝撞性。如果所有嘅人都話只有一次衝撞性咧，係最後邊呢個第五格嘅俾錢嘅。O、okay. K， 中間嘅全部唔使俾，但係告佢就告唔入，係嘛？告佢一定告唔入。如果只有一個 impact 嘅話， okay. 因為一個 impact 係咩意思咧？第五架撞第四架，第四、第三、第三、第二咁樣撞。係。但係如果中間嘅人是但一個人，第一架或者第二架都好，或者第三架都好，點樣都好，佢話我感覺到有兩個或者有三個 impact， 咁係咩意思咧？咁係話其中一架可能撞咗佢先，跟住先被後邊再撞。再 push 佢撞前面，咁、哦、樣咁樣發生嘅話咧，有兩個 impact 撞前面嗰架嗰個人咧，就變咗佢係只有50%。咩意思咧？前面嗰架告佢咧，前面佢嘅受損嗰度咧，後面嗰架唔使賠。嗯，即係唔會 double pay 嘅。唔會 double pay 嘅、啊，所以變咗前嗰架撞到人嗰架先咧，佢、要負責前面嗰架後邊撞嘅50%嘅賠償。哦，咁樣樣。係啦，咁會唔會真係告告下唔告，就因為發現到佢哋資產減少咗咧？好可能有、啊、因為有句俗語就係話：你告個乞衣嚟做咩咧？係咪冇錢嘅人連訴訟費都蝕埋俾佢？係，因為你告一個人最少最少最少都要6-7百元。因為你要俾法庭嘅費，你要揾個專門嘅人去遞送呢個文件俾對方，同埋中間仲要做 discovery， 呢啲費用咧，淨係法庭嘅費都幾百蚊，加上律師嘅時間，呢度上1000元，所以咧好少人會話呢、這個價呢、這個案件唔值咁多錢嘅話咧，去告呢樣嘢嘅。OK， 好少咁樣做。嗱喺呢一件事裏邊咧，揸車嗰個係一個老人家啦。咁但係老人家佢其實嗰個 policy 可能係三架車一齊啦，但係間屋裏邊係冇佢個名嘅，就有佢個女同埋女婿個名，即係咁樣係可以告埋個女婿，因為發現到佢哋有資產，係咪咁嘅意思？唔係咁嘅意思，老人家本身係冇資產嘅，仲攞緊白卡添。咁佢等於係告乞衣。嗯，你明唔明？Okay. 如果個老人家有一個正常的工作，每個月俾假設性3000元，佢可以做個叫 wage garnishment。OK， 即係意思即係話由佢嘅薪水入邊扣，譬如佢未來10年每個月扣幾多咁樣去還錢俾人哋。如果佢攞 social security 嘅話，都可以咁樣扣。但係呢啲可以拗嘅，因為法律上係會保障你一個人最基本嘅生活費。譬如話你個 social security 係可以攞2000元一個月，但你話你食啊、租啊、揸車啊，已經用咗1400元，剩低600元係俾你有剩餘嘅。咁佢唔話我600元都攞曬，佢話佢600元佢攞20%-30%。咁600元20%-30%即係120元左右。長命債長命還咁咯喎，即係啦。哦，係啦，就係、是、咁樣。嗱，咁但係如果照你頭先咁樣講嘅情況咧，個老人家本身係冇資產嘅話咧。你只可以告個老人家，其他人喺個 policy 度同個冇關係，因為個 driver 嘅錯同個 passenger 同埋其他嘅 policy holder 係冇關係嘅，只可以告一個揸車嗰個人，因為其他啲人冇撞前面嘛，係淨係揸車嗰個人啫嘛，所以只可以告揸車嗰個人。咁你啱啱解答咗我呢個問題、就是，係咪 check 到佢有間，因為有間屋個老人家係冇名，佢個女同女婿有名，其實都唔可以逼佢個女同女婿賣屋而賠佢個精神損失。即係冤有債有主咁樣。係啦，冤有債有主係。係。咁到咗最後，如果真係證明係個老人家嘅錯嚇，咁喺呢件事裏邊，就算當佢賠曬，又告佢唔到嘅時候，但係其實佢個保險都係會加嘅喎，係咪一家就會加曬全家人？譬如話佢買個保險係單保。擔保即係話自己嘅車受損嘅話咧，就冇得賠嘅，就係賠你撞人哋嘅錢。責任險。責任險嚇，譬如話係最低嘅15,000-30,000，所咩為之15,000-30,000？15,000係保個人嘅，30,000咧係保總共嘅。譬如話佢前面架車有3個 passenger， 3個乘客，3個乘客加個司機4個人，
即係個四個人，你呢個保單最高的賠償是3萬、嗯。但如果對方只有前面只有一個 driver， 那個 driver 最高的上限是1萬，所以叫1萬5、3萬的咁嘅意思。OK， 咁照翻你頭先的問題咧，佢係有個限制喺度。所以你冇話你超過呢個數，你話譬如話你嘅醫療費好嚴重，你因為呢個撞車搞到你心臟病發，要開刀入醫院，結果張單變咗10萬蚊，咁嗰10萬蚊邊個賠咧？其中3萬蚊或者15000睇下你咩人喺度，15000就可以賠落呢度，剩低個85000自己搞掂。如果你唔係自己搞掂嘅話咧，要告佢咧，咁你睇佢有冇錢。嗯，係咪？如果前面都係一個老人家，冇資產、冇工作，你告佢嚟做咩？所以可能當初就諗住告佢，即係我估計啊，可能嗰、那個正如你所講頭一二架車，佢都係循例地發律師信告曬三個後面嗰三個，然後後尾先至發現原來呢個老人家係冇資產。係，其實佢應該要做嘅動，嗰位律師要做嘅動作咧，係要先調查佢。後面到底第五架車，因為最重要係最後嗰架車，佢嗰個人有冇資產？就算佢有自己嗰間屋，你要攞佢嘅 primary residence 自己住嗰間屋，都唔係咁容易嘅事，因為法律係對嗰樣嘢有保障嘅。OK。哦。所以如果佢有其他嘅 asset， 譬如話佢有 investment property， 或者佢係醫生、律師，佢本身有一個好高嘅收入。咁樣情況之下先有得講，股票基金咁樣，咁樣就殺佢。哦，咁樣樣。所以嗰位律師咧，要自己要做一個評估，係好嘅律師，佢哋或者律師一定會做個評估先，調查評估完之後先覺得呢個案件值唔值得做，因為你個訴訟期係2年嘅。OK， 你唔可以話超過2年出去告，你告唔入噶啦。Statute limitation 是2年的，咁你一告親嘅話，譬如話喺洛杉磯只有一個法庭受理呢樣嘢，洛杉磯downtown嗰間 Stanley Moss 嘅法院，你去嗰度告之後去排期，等第一個 hearing 都要等18個月，咁如果你拖咗2年先去告嘅話，你等於個 case 未開齋已經3年半嘅時間。但係係咪入紙排期開始計2年，定係？你在2年內你一定要入紙，一定要入紙，或者你一定要得到保險或者對方的承諾，話我賠給你。即係之後就唔理排幾耐㗎啦，喺個法庭。係啊 ，OK， 要入咗紙先。個法庭話幾耐就幾耐，好似而家有病疫的情況下，等2年㗎。哦，我哋就有很多案件是咁嘅。嗯 ，OK， 嗱，咁頭先我哋講到啦，好多人啊。都買不夠保險，其實以你做咁多車禍的 case 咧，我哋應該要買幾多保險啊？責任險嚟講，呢樣嘢咧就根據個人的財務狀況嚟決定嘅。OK， 譬如話你係有一個穩定工作，就算你係租屋都好，有穩定工作、有家庭、有仔女，你就應該買全保的保險。就算你架車比較高，啊 OK， 又唔使買到最高。根據你的財務狀況嚟決定。OK， 譬如話你是打工嘅，一個月3000蚊左右嘅。OK， 3000蚊左右嘅薪水，你架車大概5到10年內嘅車，咁你可以買全保。OK， 但係唔使買太高嘅保險，譬如話5到10萬咁樣。OK， 5到10萬咩意思呢？即係話假設你撞人 ，OK， 對方一位嚟告你嘅上限係5萬。整架車入面所有的人來告你，或者整個案件的事件來告你是10萬，這樣應該夠的。 OK， 但如果你是一個高資產的人，我又有屋，我又有地位，我又有名譽，我又有 investment property， 那你最好買個 umbrella 或者買50萬、100萬。 OK， 因為你有很多的東西可以被人告。 OK， 譬如說他調查你，他知道你是醫生，1年20-30萬收入，你買個5萬、10萬的保險，如果對方是很傷的話，那醫療費超過10萬，剩下那些錢誰給呢？你給的了，變成。所以這件事呢就要根據個人的財務狀況來看。但中間你的保單呢有個叫 declaration page， 它就會告訴你你買的保險的每一條細項是什麼。
呢樣嘢咧，好多保險經紀或者保險公司咧唔話你知嘅，佢都唔同你詳細咁解釋嘅，所以你自己咧就要好小心咁樣去注意每一行你買嘅乜嘢。會大概你可唔可以舉例一啲魔鬼在細節嘅嘢出嚟？譬如話係咩細項咩翻篇即係。我舉例有兩樣嘢要好注意，譬如話你係買全保嘅，有樣嘢叫做 UMBI Uninsured Motorist Bodily Injury。即是說假設你發生一個意外是人哋錯人哋撞你，但對方沒有買保險，你自己的保險呢可以賠給你，那不是不加你的保費情況賠給你，你買了這件事才行、okay? 但這個呢 UMBI 是賠你受傷的，那中間有一樣叫做 UMPD Uninsured Motorist Property Damage， 這樣如果你不買最高的話呢，加州的法例呢是賠$3,500而已。什麼意思呢？ Property 是自己的車的，自己的車或者你車裡面的東西，譬如說你有個 iPad 有個電話壞了， iPhone 壞了這樣，或者你眼鏡碎了，所有的 property 都計。那如果我有乘客，我又被人撞，又不是我的錯，對方又沒有保險，那個乘客都受了傷，那用哪個保險？OK， 如果不是你的錯，乘客可以告對方，乘客告對方，但對方是沒有保險的，那變成你自己的 UMBI 呢就會 cover 你沒有乘客， cover 埋個乘客， cover 埋個乘客，是的，是的，學到東西。而且這件事呢是很巧妙的，因為我剛才說過3500 是法例來的，那如果你揸著個 Benz 呢，被人對啪啪這樣撞了，你只有賓品都5000-6000了，但你的 cover 就是3500而已，咁點樣賠法呢？因為你買全保嘅話咧，佢會賠埋俾你嘅，3500剩低嗰啲咧，佢會賠俾你。但如果你有 deductible 嘅話咧，佢會先扣咗個 deductible。譬如話你 deductible 500 ，OK？ 自己銀銀荷包500，嗱，自己銀荷包500，剩低啲佢賠，或者係1000佢就剩低佢賠。但係剩低個 portion 咧，佢就要加你保費啦。哦，因為嗰個唔喺個 UMPD 同 UMBI 入邊。如果假設嗰個維修費我係揸架爛鬼日本車，係嚇，咁個維修費係少過3500，咁會唔會食埋我 deductible 嘅？唔會，咁就全賠㗎啦。係，哦，或者淨係撞到個泵把，其實係只要個 UMPD 係 cover 幾多嘅話，佢就全賠。佢會有佢有啲保險公司佢寫住話 waive deductible，waive 咗，意思就係你嗰個 deductible 咧，佢賠埋俾你，睇你點樣去買呢個保險。或者佢有啲保險佢寫住 maximum， 你幾多佢就賠你幾多。嗯 ，OK， 所以每一項細節都要注意。一仲另外一樣要好注意嘅叫 medical payment，med pay 我哋簡稱叫做。med pay 通常佢個限額係1000、2000、5000到10000，係呢四種嘅啫。我通常會建議客人會買個5000嘅。咩意思呢？譬如話你撞人，你嘅錯 ，OK， 但係你身體唔舒服又受傷。但你沒有健康保險，假設你沒有，這5000就可以賠你的健康保險。如果有呢，就多過5000就健康保險先，是不是？那你沒有健康保險，你們就自己含荷包。哦 OK， 但如果你有健康保險的話，賠了的健康保險，那健康保險都有 deductible 的嘛，有 copayment 的嘛，它超過某個數，那些5000幫你保。哦 OK， 所以你有沒有保險呢？如果是嚴重的話呢，這個都會幫你保。幾嚴重就是看你和醫生中間的問題，譬如說醫生覺得你很嚴重，這張單這張醫療費是20000的，即是可不可以這樣說，如果有健康保險這個就變成 gap insurance， 類似是的，今天真的學到東西。多謝曬 William 啊，咁啊，多謝你嘅寶貴意見。我哋下一集再同大家傾下其他嘅法律問題。好嘅，多謝收睇，拜拜。偉聯律師事務所徵辦各類移民庇護、婚姻綠卡、工傷車禍、破產減債離婚，有超過10年移民法庭出庭經驗。Rosemary 626-782-7738。
虽然最近楼市和利率都有明显的改变，但是买屋头款最低的要求仍然是保持3%到5%，即是说买500,000屋最少是10,000元的头款，买800,000屋最少也是40,000元的头款就够了。所以头款不多不紧要，最紧要是预先做一个免费的 pre-approval， 那就可以安心去看屋了。大家还有任何疑问，欢迎直接跟我联络。我是佳信财务贷款的 Steven 萧文龙，626-712-9092 712-9092。大家好，我是 Tim Lam。 如果大家对红蓝卡 Medicare 有任何疑问，欢迎你打电话来626-379-1167 626-379-1167。香港曾经是远东足球王国，香港曾经出现过黄金一代的足球球员，香港球队亦都曾经在亚洲的足运史上面创立辉煌的成绩，我们亦都出产一个球员代表过中华民国，这段历史很值得大家回味欣赏。我们今天很荣幸，就是阿兴哥很大面，请到我们三届足球先生李建和和哥，不是兴哥叫到紧要来的，即是多谢我们看球时候叫和仔，什么和哥，后来现在就叫和叔，是不是现在老了，即是他一路升，那我们应该叫和仔得的了，亲切一点，和哥好一点的，不是的，我在你哋輩份，我而家係細嗰個啦，係我仔。記得收喺星期二晚10點，何容興《一代降門的足球世界》，好好睇。《一代降門》何容興的足球世界，逢星期二晚上10點。本节目内容仅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伟联律师事务所，侦办各类移民庇护、婚姻绿卡、工伤车祸、破产减债离婚，有超过10年移民法庭出庭经验。Rosby 626-782-7738。虽然最近楼市和利率都有明显的改变，但是买屋头款最低的要求仍然是保持3%到5%，即是说买500,000屋最少是10,000元的头款，买800,000屋最少也是40,000元的头款就够了。所以头款不多不紧要，最紧要是预先做一个免费的 pre-approval， 那就可以安心去看屋了。大家还有任何疑问，欢迎直接跟我联络。我是佳信财务贷款的 Steven 萧文龙，626-712-9092 712-9092。大家好，我是 Tim Lam。 如果大家对红蓝卡 Medicare 有任何疑问，欢迎你打电话来626-379-1167 626-379-1167。本节目是由原味店 Montreal Park 总店、圣基表分店特约赞助。你好，原味店外卖服务平台，请问你今日想吃什么？原味店开设了外卖服务平台，每日准时为大家接听外卖电话，只要你拨打外卖热线号码626-766-7377，听到这一把咁熟悉的声音，快点打电话来啦。 Delicious Food Corner 外卖热线电话626-766-7377。 DFC To Go 去到哪里送到哪里。Miss Ho 陪客室，大家好，又是 Miss Ho 會客室的時間。上一集呢，我就訪問了心理學博士 Dr. Lam 啦。Dr. Lam 呢就比較是對這個九型人格呢就有一個認識深一點的。其實呢心理學呢就各施各法的。九型人格這件事呢就是給大家來做一個參考啦。當然如果大家是想知道九型人格是什麼呢，或者是適不適用於你呢，最好就找你自己的
專業的醫生或者是一些相關的人士去問。今集呢 Dr. Lam 就會同我們介紹九型人格，因為其實九型人格呢很多人可能聽過，但未必是那麼深入，因為上一集 Dr. Lam 都有提過 是很多時候都未入去大學課程的，是可能會在一些社區大學那些，或者在一些社區那裡學到回來，甚至乎有些宗教都會有講解的九型人格。Dr. Lam， 我想請問你，就很高興你再接受我訪問。其實九型人格你所知道，你都讀了這麼久，還有也都有幫了一些其他人，九型人格是跟一般的心理學有什麼最大的分別呢？其實最主要來說，我不如這樣形容，就是好像譬如我們上集這樣說，其實九型人格這個學問本身是一門性格學來的，okay? 即是說是看一個人的獨特的特質，okay? 但譬如如果你講心理學裡面來講，它有很多不同的 theory，但是他們的 theory 就 out of 了，即我們不要講 personality psychology 的層面先，我們就是講一個很簡單很籠統的一個心理學裡面，心理學有很多不同的 theory，當然你是看看你是拜這個職業來去界分個 psycho 還是從道理上面去界分，okay? 譬如如果你用職業的角度，譬如你有分開臨床心理學、教育心理學、社工心理學，有的我知道輔導心理學，譬如我們這些 我自己就是臨床心理學，okay? 這個叫跟職業上面去界分，但是也可以從一個叫理論的界分的，即譬如你是行這個弗洛伊德那一套，還是你是屬於 family therapy 那一套，還是你是行這個叫 CBT 那一套呢，還是說你是人本心理學 humanistic 那一套呢，這個就是理論上面的分別，okay? 好了，但是你會發覺如果我從理論的角度來去探討的時候，他們不會去將人呢的那個我們所說叫性格來去一個歸類，即是這些 theory 全部是沒有任何的，即是說即是將人是你是這樣的特質，你是這樣的特質，你就是這樣的特質，他們這些 theory 不會鎖死了，不會鎖死的。那其實性格和人格有什麼分別呢？它重點是什麼呢？我自己很喜歡說的，其實真正的九型人格呢其實是一門人格學，就 不是一門性格學來的， OK， 因為很多時候當我們講性格的時候，我最喜歡 舉一個例子，就是當我走來問你，你說現在我在學一套性格學，那我就問你了，那你的性格是怎樣？那你會發覺很多人講的性格離不開，譬如類似是這樣，內向啊、外向啊，如果講小朋友就會說他是一個很不聽話的性格啊、固執啊、okay? 或者開朗啊、okay? 諸如此類諸如此類，但是 你會發現無論你用什麼詞彙去形容那個人，其實你都是建基於一個概念而已，就是從他的一些慣性的行為表現你去釐定他的性格，但是慣性的行為表現很多時候是出自於他家庭本身的教育，你可以說是家庭本身的教育，但是你也不可以否定了一件事，就是他的本身的 原本的本質，是不是基因的，你知道你有些人會用基因，但是我就會說不是只是那麼簡單基因，因為其實如果你要看一個人，你影響一個人，即譬如每一個 BB 的出世，他不只是講基因問題的，包括了他整個人的，譬如整個 neurotransmitter 的那個 neural system， 整個 neural system 的系統，甚至乎你的荷爾蒙的分泌的系統，okay? 其實都可以影響一個人的所謂性格的行為的性格的，你就即你會有一個本質，我們所說的，而那個本質呢我們就會形容那個叫做人格，但是如果你說這個本質呢就不是一個行為層面上，但是它可以影響你有什麼的行為，影響有什麼行為，是的，那會不會是後期你那個適應的環境啊、朋友啊、屋企的培訓啊，令到你那個性格會有個改變，人格會改變了，那個 point 在這裡，人的性格可以改變，人的人格改不到變，但有一件事我很好奇，其實會不會有些人本身的人格是很開朗的，但有些人就是會是
即係好負面嘅。本身人嘅人格已經係一個好好憂愁啊，好唔妥。有啲人就會一人格就話：哇！我天跌落嚟當被冚啊！會唔會係有咁樣嘅情況咧？你而家講緊呢個咪係性格咯？呢個係性格。呢個係性格，呢個唔係人格。唔係人格。所以其實本身我成日都咁形容嘅。如果用九型人格的角度來講，其實九型人格這一門學問其實根本不是性格學，是一門人格學。但是本身的九型裡面講出的那九個型號，不同的人格呢，本身沒有好定壞，本身沒有本質，沒有先天性樂觀還是悲觀的，是沒有這樣東西的。 OK， 明白。 是得一個特，即總之就是一個款，即是一樣東西。 OK， 簡單地形容，即譬如 我問你，西瓜它是有益還是沒有益？看你不同體質咯，有些人寒底就不益咯，如果有些人熱底的吃西瓜就不益咯。咁究竟即係等於一樣嘢啦。其實九型人格本身係冇，即係有啲人好中意咁樣講噶嘛，即係話啊，你係咩型號嘅人格咧，咩 number 咧，正所謂幾多號仔啦。嗱，講九型人格好中意講咩號仔嘅。係啊，跟住就話啊，你係幾多號仔啊？所以咧，你個人天生樂觀啊，你個人又點點點。我話唔係咁樣睇嘅。哦。唔係咁樣睇，即係譬如最好多人最中意講嘅。即係譬如，如果有 study 過下九型人格的朋友咧，可能都聽過類似的説話，就係話啊，我見到你是一個很喜意幫人的人，你呢啲咧一定是二號嚟㗎啦。嗯。咁我成日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中意幫人是一個性行為性格嚟啫嘛。嗯嗯。如果你話中意幫人就叫做二號，咁你好像抹殺了其他型號就不會幫人。哦，咁啊係。係咪先？咁。所以個問題是我不是否定了二號喜歡幫人這個行為性格，但是你要了解的就是究竟他背後是什麼人格推動到他有這個性格。 OK， 那就是說其他型號都可以有喜歡幫人的性格，但是他背後推動他的人格是不同的。 OK， 那而九型是看他背後的人格。可唔可以分析一下九型是有哪九型呢？嗱，譬如試嗰個例啦。嗱，當然如果你而家就咁一聽落去咧，你以為我又好似講緊性格㗎嚇？啊，係啊。因為始終我哋用緊語言啊，我成日都講，我哋用語言其實係好難表達嘅。但係如果你真係要深入咁去了解嘅話咧，你就會知道其實我唔係講緊性格。OK， 咁所以咧，首先我要戴定頭盔先。我就形容要戴定頭盔，就是因為對於一啲新嘅朋友咧，佢明嘅時候，佢 get 我嘅嗰套嘢嘅時候咧，開始嘅時候一定會有呢個誤解嘅，就是以為我都係講緊性格，但其實我係講緊一個好深層次嘅人格嘅層面嘅。嗱，譬如對於一號仔啦，我哋會咁樣形容一號仔嚇，佢個內心世界只係睇兩樣嘢嘅啫，對與錯、啱定錯、非黑即白。哇！真係好極端噶咯喎～不是極端，他們只是有一樣東西，就叫做對還是錯的。 OK， 他是沒有中間的。 OK， OK， 記住我現在講的是人格的層面。 OK， 但有很多人一聽完之後很快就說，那行了，我知道我是一號。我說為什麼你會知道你這麼快是一號呢？我上班經常都很講求，就是很留意自己有沒有錯的，我很小心的，那我還不是一號？那我都說你是，這個是你的人格來的嘛，在你裡面的嘛。那我說你翻工會係咁，但係等唔等於你係一號呢？但係如果你係一號，你講唔講得出？你去玩都講啱錯，你揸車都係講啱錯，連你因為你食飯叫嗰碟牛腩飯翻嚟都係因為啱錯咧，你講唔講得出？嗱，咁就叫做人格啦。明唔明啊？即係你唔係講笑㗎，即係譬如好似我啲學生咁樣，我曾經遇過有一個一號係咁嘅，我有一次同佢食飯，佢就問咗我一個問題：我可唔可以食牛腩飯？我嗰下突然間醒一醒，叮一叮，我話咩話？你可唔可以食牛腩飯？我話你中意食咪食咯。但係嗰一刻我突然間明白，咦唔係喎，你係一號嚟嘅喎，你係冇可中意唔中意嘅喎，你只有嘅就係可以同唔可以嘅啫喎。哦，即係佢嘅世界係咁噶，即係如果你懂得睇嘅話。佢嘅世界就係咁，而唔係淨係話我翻工嘅時候著重啱錯，咁就叫做一號。我成日問一個問題：有邊個翻工會俾自己錯噶？你都會好小心啊，係咪先？但係你講唔講得出你離開咗工作之後，你都係講啱錯嘅咧？我最中意舉一個例子就係話，譬如我有一個學生真係咁講嘅，佢同啲朋友去卡拉 OK。佢唔知點解就好敏感咧，就留意住嗰個人有冇唱啱個歌詞，有冇啱個 beat。
有冇啱音㗎？哇！咁即係依個人好小心㗎咯，做每一樣嘢都。佢潛意識嘅世界裏面係一個好小心嘅人，佢成日都會好留意自己，無時無刻都有講啱錯、可以唔可以嗰種嘅概念啦。咁呢個就叫做人格啦。嗯 ，OK。咁第二型咧，第二號咧，二號仔咧，我哋俗稱咧就叫做被愛嘅討好主義。被愛嘅討好主義。不如我又簡單咁去形容啦。嗱，好多時啲人咧去理解嘅二號咧，就話佢哋好中意幫人係嘛？嗯，係。我從來都係嗰句，我唔係否定咗佢中意幫人，但係佢幫人嘅目的係乜嘢咧？究竟幫人的背後的原理的推動是什麼呢？會不會有可能是他想多些人喜歡他呢？如果你聽過名字被愛討好主義的話，這個就是他的目標了。即是二號的人格的內心世界是講緊他做每一樣東西、搞每一樣東西，都是為了令到你去喜歡他的。所以我現在很喜歡講的就是二號不是喜歡幫人，是有個目的去做法的，其實他喜歡討好人。OK， 即是他做那件事是令到融化到你的，但是他融化你的那個行為呢，就是好像很喜歡幫你的感覺，你明白嗎？即是譬如他跟你吃飯，他一定會很細心知道你喜歡吃什麼，然後呢當你未來到的時候，他已經叫定你喜歡吃的東西放在你面前了，明白嗎？你會感覺到他好像很幫助你，很 nurturing 你。其實我反而我對於一種感覺，我會有壓力的，是吧？我會有種壓力，即無形中有種壓力的，因為好像你都知道我所有東西，那即突然之間如果萬一 我今次我不想吃這樣東西的，那我又好像對你不住。是啊，因為其實我會告訴你，當然你信不信一個二號是可以叻到一個位置，既然他的世界是講討好嘛，被愛討好，咁即使話，就算你而家呢一刻，我知道你譬如不嬲，你都係中意食譬如牛腩飯。但係我又事實我 sense 到你咧，今日你特別唔想食，所以唔嗌俾你。即係佢係可以叻到咁嘅，即係我講緊佢個叻嘅位喺邊度，就係佢閱讀人嘅心咧，其實係可以係好仔細嘅。係。所以你想我離開，暫時要有少少距離嘅，佢係冇問題嘅，佢都 feel 到嘅。就是因為其實在二號的世界裏面，即係嗱，你留意我很喜歡講一個 terms 叫世界。其實九型咧係真正講嘅唔同型號嘅內心世界。內心的世界。內心世界。但係呢一種嘅內心世界咧，就係即係我哋會形容九個型號係講嘅係潛意識嘅世界觀嚟嘅。OK。係佢嘅世界觀。咁而佢嘅世界觀咧，喺二號嘅世界就係講緊我點最緊要去攞到一種愛嘅感覺。就係、是、到最尾你會中意我，嗱嗰種中意唔係講緊愛情嗰種中意嘅噃 ，OK， 即係討人歡心嗰種。係啊，即係包括即係譬如老師學生 OK 啊，或者甚至無，即係我講緊老師學生，你可能第一個反應係係咪個學生係二號，個老師係咩型號都得，其實唔係㗎。你信唔信？如果一個二號嘅老師咧，都係想討呢啲學生歡心㗎，可以調翻轉諗㗎。即係總之你是二號，重點就是我要討到你，討到你，令到你咧會好記得我，你會好掛住我，然之後你會有一種感覺就是呢個世界就是我是最好的。好啦，咁講下第三型啊。嗱，第三型咧，通常好多人嘅理解就會話佢哋叫做成就型嘅。哇，即係好叻人嚟嘅喎。係啦，嗱，好多人都是咁樣諗嘅。就會覺得他哋是啲好叻嘅人嚟嘅，咁我又是那句啦，咁唔通所有叻人就叫做三號咯噃？咁同埋仲有，會唔會多數第三名是啲領導人呢？嚇，呢個又是那句啦，從來唔係嘅。我想話俾你聽，其實如果你留意嘅話，所有好成功嘅人咧，個個型號都可以成功嘅。OK。所以對於出面好多時候都會形容話，三號嘅好中意成績成就。其實這一種嘅講法咧，比較籠統咗少少，其實唔可以咁去理解。嗱，當然我唔又係嗰句，我唔係否定咗三號咧嘅人中意成就呢一樣嘢。咁你要理解嘅係，咁佢中意成就嘅背後嘅原因係乜嘢先？又係翻翻去個內心世界啦。滿足感咯。
咁個滿足感好多人都會㗎，即係譬如我唔係三號，我有成就我都會好有滿足感。嗯。咁但係我知道我唔係三號咯，因為我內心世界唔係三啊。嗯。咁所以你就要了解嘅就係話，咁點解好多人會了解嘅三號話佢哋好中意有一種成就嘅感覺？嗯。咁佢內心世界講咩嘅咧？兩個字，角色。角色。嗯。即係話。對於在三號的世界裏面無時無刻他都會很留意的就是我現在這一刻是一個什麼的角色，然後我就要做好這個角色。嗯 OK， 即譬如試舉個例子，我自己假設我是三號，但當然我知道我不是的，嗯 OK， 假設我是三號，那我就會很留意，咦，在我事業裏面究竟我的角色是什麼呢？嗯哦，原來我是一個九型人格的導師，咁我就要將呢個角色做到最好為止。OK。好啦，但係當我翻到屋企，翻到屋企我就唔係咩嘅咯，唔係九型人格導師嘅咯。嗯。咁我就會留意，咁我係咩角色咧？咁我有個女噶嘛。嗯。哇！咁我係爸爸。嗯。咁我又要做好我呢個爸爸嘅角色，佢係好 sensitive， 無時無刻都係一個角色。即係我成日形容，其實真正去了解嘅三號咧，佢嘅世界係一個咩人嚟嘅咧？就係喺生命裏邊。無時無刻都是一個演員嚟嘅，嗯，即係呢一刻我是一個乜嘢嘅角色，我就要做啲乜嘢。嗯，好啦，咁但係佢點釐定自己嘅角色是做得好定唔好呢？佢點樣去揾翻佢自己個角色係已經係存在嘅感覺呢？就係透過你俾我嘅掌聲嚟去釐定我嘅角色做得好，即係我嘅角色係咪做得喺呢度啦？哦 ，OK。咁所以 that's why 點解佢哋一定嘅副產品就係追尋成功就係咁解。但係唔等於逢親成功嘅人就一定三號咯。咁嗱，你頭先都講咗三個號型啦。係啊係啊。咁嗱，我哋不如就調下引先咧。好啊好啊。我哋由下一集再講第四號一路落去。咁啊，各位觀眾，你哋就密切留意下一集啊。Dr. Lam 再同我哋講跟住落嗰幾個型號嚇。我哋今日就到此為止。嗱，都係嗰句啦。所謂的九型人格都是供參考的，如果你真的有什麼問題就最好問相關的專業人士。咦，為什麼我經常都在 YouTube 錯過了 MyRadio 的直播節目呢？我明明已經訂閱了 YouTube MyRadio 的頻道了。梗係啦，嗱，訂閱完 MyRadio YouTube 頻道之後咧，你仲需要撳埋隔離個鐘仔嘅，再選擇全部，咁 MyRadio 一有直播或者有新嘅節目咧，你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啊！咁樣就一定唔會錯過 MyRadio 喺 YouTube 頻道嘅直播又或者新節目啦。仲有一樣嘢，千祈唔好唔記得喎。呢樣嘢我當然知道啦，交節目月費嚟之前 MyRadio 啊嘛。而家除咗經 PayPal 同埋親自上去普羅之外，仲可以經 PayMe 轉數快或者 Patreon 嚟交月費添。本節目內容僅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偉聯律師事務所徵辦各類移民庇護、婚姻綠卡、工傷車禍、破產減債離婚。有超過十年移民法庭出庭經驗 ，Rosemy 626-782-7738。歡迎觀眾又收睇我哋嚇。呢、这個知法辦法啦，咁啊講咗連續講幾集嗰啲移民嘅一啲問題啦，咁啊今集咧我哋轉換咗去另一個 topic， 係講關於工商嘅。咁啊咩叫工商咧？即係商人啊，係咪嗰啲？我就唔係好清楚啦。咁所以今日咧，我哋請咗一個訴訟代表阿 William 同我哋解釋下工商呢門呢個範疇裏面係啲乜嘢。嗱喺好多人眼中咧，工商係咪成日僱員告僱主啊，或者整商有啲乜嘢就 claim 勞工保險啊？係咪類似呢啲咁嘅嘢啊？有啲唔一樣嗱，大家好，我姓范，我叫 William， 咁咧我係專門出工商法庭嘅。咁工商法庭是一個好特別嘅一個屬於係 administrative 嘅 court， 係同平時嘅民事啊、刑事訴訟嘅法院唔一樣嘅。嗯成個法律系統都唔一樣，所以呢個係好特別嘅一樣嘢。
咁咩所謂之係叫工傷呢？就係、是、工作嘅時候有受傷，或者係工作期間某樣嘢事件產生，或者係累積落嚟嘅長期性受傷，都可以成為工傷。所以工傷有兩種唔同嘅類別，一個就叫單一事件嘅創傷。咩所謂之叫單一事件創傷？譬如話你喺貨倉做緊嘢啊，突然間有啲嘢跌落嚟砸親你。一個突發的事件，咁另一種叫做長期性連續性的創傷。咩所謂叫長期性連續性呢？譬如你在某間公司、超級市場或者銀行或者哪裡都可以，或者賭場，譬如做了十年、八年、五年、兩年、一年都可以，長時間做同樣的一件事，就是重複的一個動作而引起的勞損或者受傷，這個叫長期性連續性受傷。所以在工作裏面就分這兩樣東西，只要這兩樣東西成立的話，你都可以去 claim 一個叫工傷的案件。哦、oh, ，OK， 即係譬如我超級市場企得耐嘅，誒只腳整親嘅，只腳或者個膝頭哥唔妥嘅，因為咁樣企耐都可以 claim。可以冇問題，而且呢樣嘢咧有個好處係乜嘢咧？譬如話佢係冇分對錯嘅，冇分對錯。係啦，咩意思叫冇分對錯？譬如話你係老細，係我係員工，老細話：，誒、哎、嗰、那個箱好重啊，唔可以搬。但係嗰個箱咧就擋住條路，你就走咗去搬。而因為搬呢個好重嘅傷，扭親條腰，扭親背脊，係係。咁你可唔可以去 claim 呢個工傷咧？老細明明叫你唔好去搬嘅喎，你仲可唔可以 claim 咧？根據工傷法，絕對可以。係，絕對可以。咩情況下你唔可以咧？你攞支刀，譬如你係切菜嘅，或者切肉嘅喺餐具入邊，攞支刀喺度掟嚟掟去喺度玩，同你個切菜師傅喺度，喂。我哋玩雜技啊！我掟嚟，你掟去咁樣咯，咁樣就唔得。或者你 intentionally 攞支槍入嚟射低佢。OK， 話我係蓄意去謀殺你嘅，呢一種就唔得。OK， 咁工傷係咪一定要喺佢工作範圍嘅時間裏面發生先可以成立？呢個非常之有嘅問題，絕對係。你唔可以話我喺工作嘅時候冇乜事，但係翻到屋企喺二樓碌你一樓，跟住我去傾咁傷。咁樣係唔得嘅，所以發生呢個工作受傷嘅情況咧，一定要喺工作嘅時間內發生。咁好多人問，咁我揸車去翻工，去翻工嘅期間發生車禍，算唔算係工傷？應該唔算係嘛？未必，除非你揸嗰架車係公司俾嘅。哇！咁刁轉嚟，或者公司叫你去送貨先，跟住再去翻工，咁樣就計啦。但如果是平時上班下班，譬如話你喺銀行做，不需要 delivery 嘅，唔需要見客人，架車亦都唔係公司嘅，佢都唔會俾翻 mileage 你嘅，你淨係上班下班咁樣。喺上班下班嘅時候發生狀況唔算。咁好多人話：咦，咁我去到個公司個停車場係公司入邊嘅停車場，俾人懟親咧，咁算唔算咧？有得拗。嗰啲嘢叫有得拗添。有得拗。要睇咩拗咧？你又要講咁要睇你係咩情況之下？哇，好多呢樣嘢就要好 detail 咁樣。好 detail 添啊！好 detail， 所以工傷係非常之複雜嘅嘢。即係唔係咁簡單話？我整親我 claim 保險，我告顧，即係告嚟告去咁。哦，唔係嘅，唔係好似一個普通車禍咁幾個月一年搞掂嘅。工傷呢啲案件通常搞一年到一年半，而且要開刀嘅話分分兩三年，而且做呢樣嘢嘅律師唔係個個都識做。很多律師連個工商法庭在哪裡都不知道，是怎樣報入去的 paperwork 都不知道怎麼報。 有完全是不一樣的東西，隔行隔山，等於 你牙醫是不懂得看眼的，即是另一個範疇來的，完全另一個範疇，是勞工法裡面其中一個工商法。我還跟勞工法有工商法又分開了，所以勞工法是在個金字塔的頂，你當它是金字塔的頂，下底就分了幾項不同的法系，譬如說有工商法，有報酬的，跟住有勞資糾紛的，係咪？仲有很多其他的勞工法嘅，譬如歧視啊嗰啲咁嘅，每一項都完全唔一樣嘅。
或者非法解雇。哇，係咁複雜嘅。哇，咁觀眾要多啲睇，因為我都真係今日聽到阿 William 先知道，原來分咁多樣嘢。如果大家要知道更詳細嘅嘢咧，嚟緊呢幾集咧，一定要坐定定睇我哋呢個節目啦。啊，我仲有一樣嘢，嗱，我一都有一個問題問你啊，即係好 Q 氣，即係譬如你放工啦，放工就唔係工樣啦，但係學你話齋。嗱，翻工你都喺停車場度拗，放工喺停車場度出事，咁又冇得拗咧？我放工哦冇咗啦，你完全 off 咗啦，咁你冇得拗呢啲嘢噶？要睇，譬如話我舉個例俾你，如果你喺一個貨倉嘅入邊，喺貨倉室內入邊嘅搬運員，你要放工啦，老細話：喂，陳生，我呢個司機需要幫個忙，你順手幫我。幫我搬盒嘢一起搬出去，個 parking lot 個 truck 上高，架貨車上高，誒，突然間佢跣手砸到只腳，算唔算工傷？應該算啦。算啦。應該算啦。係啦，呢啲咁就算工傷啦。呢啲咁算工傷。嚇！但係嗰譬如我已經 clock out 咗，我已經唔喺翻工時間，都算都計。都算，因為你幫緊公司做緊嘢。啊 ，OK。都計嘅，但係會唔會有啲僱主會突然間炸雞我？你冇你唔放到工唔計，會有啲咁嘅？矛盾的僱主絕對有，很多這些發生的情況，但是他的勝訴大不大這些情況？這些勝訴就要你看你怎麼咬，有沒有人證，是怎樣做法，所以這個在一個法庭的訴訟程序裡面，我們收集所有的證據，還有你怎樣相法，還有醫生怎樣說，哇，跟著去告他。在裡面你剛才有提及到僱主和僱員，是那你的工作是代表僱主還是僱員呢？我們絕大部分是代表僱員，只不過照顧住，但係好多咧代表僱主嗰啲咧係佢哋冇買工傷保險嘅，我哋都會幫佢。譬如話你係一個你擁有一扎 apartment，OK？、Okay? 譬如你有十個 unit 嘅 apartment， 係係。咁你請咗其中一個 tenant 係做你嘅 property manager，OK？、Okay? 咁佢去幫你收租嗰陣時墊低，呢、這個屬唔屬於工傷？應該屬於係屬於工傷嚇。OK， 咁你如果冇幫你呢個 property 買工傷保險嘅話，邊個俾呢筆錢？佢啲醫療費、訴訟費、律師費、賠償費邊個俾？都係你自己暗荷包俾嚇。而且係點樣做法咧？個政府又話你作為一個僱主應該就要買呢個工傷保險。OK， 但係因為呢件事件你冇買。你違咗法，政府會先幫你賠咗先，跟住政府嚟同你要錢。哦，這個動作咧叫 UEF，OK，、okay? 簡稱叫 UEF。呢個動作咧你走唔到嘅，同稅務局一樣嘅。嗯，佢跟你一世。即係個工傷保險你必定要買嘅，你唔帶就等於違法就死梗噶啦。係啦，譬如話好多你做小生意嘅，想同一個 plaza。一個 landlord 去租呢間 office， 租呢個商鋪嚟做嘢，佢好多時喺個租約度要求你一定要買，而且要做個證明俾你睇。嗯，好似我呢間 office 就係咁樣，我需要做我有買工傷保險嘅證明俾個 landlord 睇，佢先肯租俾你。嗯，因為佢都擔心咯，萬一如果你有客人行到入嚟喺你間 office 或者你個商鋪度跣低，告邊個？佢可以告你呢間商鋪嘅。擁有人，連個 building 嘅擁有人佢都可以告埋喎，嗰叫 premise liability。哇！但如果你有工傷或者有受傷嘅情況，佢就係告你個保險，譬如你個 business liability insurance 或者係 workers comp insurance， 你個工傷保險。譬如你有員工喺度幫你做嘢，佢你冇買工傷保險，佢咩人都告曬，佢告唔告得係一回事，但佢全部都會告曬。哦，哇！這個我真的不知道這個就，而且你沒有買保險這件事，不單止你要賠給你的員工，你要賠給他幫你看的醫生，你要賠給他請的律師的律師費，還不特止政府會給你一個 citation， 你會有一張罰單給你，個罰單夠不夠？他看看你，他看看你的 history， 如果你不是第一次這樣，這張就很金了。各位觀眾啊，做生意的人唔該小心啊！我一定要小心。有人話齋呢樣嘅保險，你非買不可啊！到幾時？如果唔係，你啊真係手尾長啦。係啊，而且對僱主嚟講，唔單止影響你，唔單止錢銀嘅問題，同埋你以後可唔可以買到好嘅保險，
同埋好嘅價錢嘅保險又係一回事。而且你嘅記錄唔好嘅話，絕大部分嘅保險唔會受保。變咗點咧？你要同政府去買 ，OK 叫 skip state fund， 佢嘅保費比外面啲貴最少三到四成以上。哇！唔得，唔不得止。State fund 咧，佢睇曬你所有啲記錄之後咧，如果你有 citation 嘅話咧，你個 credit 都會被影響。誒，呢個我真係第一次聽喎，我真係唔知喎呢個嘢。所以好多你個 credit 佢會睇下你到底係咪俾人告，係咪食咗幾多嘅 citation， 全部都會入嚟嘅。所以對僱主嚟講咧，要好小心做嘢。嗱，頭先我同你傾緊裏邊咧，你講緊保險啦，你都有做車禍嘅喎，係咪你都？我哋都有做車禍，係因為點解咧？好多貨車嘅司機在幫人送貨嗰陣時發生車禍，咁你係工傷又話係車禍咧？你兩樣嘢都係。兩樣嘢都係應該。咁你可唔可以兩樣一齊告咧？可以。係。可以。咁神奇？係，但係你和解嗰陣時咧，我哋會做一個叫做全球性和解，亦叫做 global settlement， 意思係話邊邊多攞邊邊。譬如話我舉例，車禍嘅。你發生一個車禍，你揸緊貨車，人哋有架私家車喺後面追尾撞你 ，OK？ 但係個私家車咧係最低保費嘅啫，15,000-30,000呢種。咁你又得你一個人，即係話你嘅上限只有15,000。好，因為車禍嘅和解費係快啲攞嘅，你可以攞咗先。工傷嘅會慢啲。工傷嗰邊假設係和解50,000嘅話，假設，50,000要扣翻嗰15,000，俾翻。車禍保險嗰間公司。哦。OK， 因為你唔可以兩邊一齊攞。好啊。所以我哋會做一個叫 global settlement。我哋咧下一集咧就會講專講下車禍。咁啊，嗰度咧我聽你講咧有好多特別嘅嘢要理解啊。咁啊，今集嘅時間就差唔多啦，我哋留翻下一集講車禍啊。因為我聽你講完之後咧，我都打曬個頭，點解原來有咁多樣嘢？因為我平時諗住我哋唐人啦，買保險去完個 agent 度買完就算啦。你知加州。只是話要求最低保險，總之買咗唔必冇事就得啦。但係原來你同我講嗰陣時咧，係發生咗好多唔同嘅 case。咁下一集裏邊咧，希望我哋分享一下有啲咩個別 case 成日都會發生嘅，但係好多人其實都不以為然嘅喎。係呢啲一定要注意啊！咁啊，大家要留意下一集，我哋嚇知法辦法。阿 Bill 同我哋再講一下車禍呢邊保險，大家要應要注意嘅嘢。好，我哋好多謝你今日同我哋傾偈啊！下一集我同佢再傾。多謝。OK。拜拜，好，拜拜。偉聯律師事務所，偵辦各類移民庇護、婚姻綠卡、工傷車禍、破產減債離婚，有超過10年移民法庭出庭經驗。Roseby 626-782-7738。雖然最近樓市和利率都有明顯的改變，但是買屋頭款最低的要求仍然是保持3%-5%，即是說買500,000屋最少是10,000的頭款，買800,000屋最少也是40,000的頭款就夠了。所以頭款不多不要緊，最重要是預先做一個免費的 pre-approval， 這樣就可以安心去看屋了。大家還有任何疑問，歡迎直接跟我聯絡，我是佳信財務貸款的 Stephen 蕭文龍，626-712-9092 712-9092。大家好，我是 Tim Lam。 如果大家对红蓝卡 Medicare 有任何疑问，欢迎你打电话来626-379-1167 626-379-1167。